潘潘你好，大哥好，欢迎大哥你好。哎呦哇，不好意思，今天喉咙有点痛。哎呀，不会不会，烧香烧香，烧的恰到好处。对对对，真的。因为你的声音这个音色啊，虽然是你不是歌手嘛，哦，你也唱完你都已经有标准了，对啊，对啊，你也感觉足好的呀。你这种歌声唱出来，让大家跌破眼镜啊。对，业余的来算还可以啦，很有磁性，真的。啊，真的。哇，现在想不到他唱那么好。是啊，本人又特别的漂亮，眼睛这样非常的有那种灵性啊。对，因为刚做完一些眼睛的手术，之前那个做完手术就来了。对，睫毛倒插。嘻嘻嘻，你是睫毛倒插？对，所以之前常常眼睛会红肿啊。你要不要搬进去啊？我看一下。对呀，不要不要。那小潘潘的眼睛很漂亮，不是金大 K 哪里了哈？不但是眼睛漂亮，她身材又好。对呀，尤其今天这一套这个旗袍。旗袍，这件好像很面熟哈，很面熟。这个是我记得好像您去李敏南大哥的那个慈恩堂也是穿这一件哈，怪怪。搞了半天，搞了半天，您这是你给那里洗个上两皮，对，这个很抱歉啊，对，因为那一天我也不晓得会有媒体在那边，那他刚的是被露亚嘛，露亚进京，我得先去改，因为进京尼哥就搞到倒沙冈。对，听说尼大哥很喜欢你穿这样的一个旗袍，所以我想说尼大哥应该会不介意，而且我觉得旗袍是中国女性一个很传统、很保守的服装。不是，我现在我们讲的意思是我们不是说他介意，是我们会觉得很怪怪的。您把这个功绩的服装穿不上来唱歌会？没有，追悼会我不是穿这样啊。哦，这样子吧。对啊，追悼会我就是穿白衬衫、黑裤子，照他们大会的要求。是旗袍真的很好看，可是你觉得说旗袍其实是庄重嘛？哦，对。可是现在改良式的旗袍非常的先进。对呀，我发觉你还是太保守了。对，你这个开叉的地方好像开的不。我给您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旗袍，好不好？哎，麻烦一下我们这个 dancer 哈，你看到没有？哦，这个女孩子呢，她这个身材不是一定没有你好。好，麻烦请侧面一下，好不好？所谓的旗袍，现在的旗袍就是一定要看到安全裤，好不好？喂，不是，那是因为她的内裤太大件了。对啊，安全裤太大件了。哦，你有穿安全裤吗？没有啊，因为不会曝光啊。啊，是是是，不会吗？所以现在我的叉是在这里。美癌，我可以看一下吗？可以啊。会不会？不会啊。不错，真的。好，所以你意思说你的安全裤太大件了哈。好，谢谢你，谢谢。不是，其实这个穿旗袍，女孩子要有那个气质，懂不懂？对。可小潘潘其实经历过我们刚刚提到说，其实每一个艺人都需要很多的贵人相助。对。其实我们知道说，小潘潘还没有出在演艺圈出道之前，我们都知道说黄任中黄大哥秘书最好的一位恩人嘛。磕头跟他奉茶的义父。义父过世了以后，其实后面的演艺圈就要自己打理了，对，在这个打理的当中里面其实很辛苦了。有，现在要感谢高凌风高大哥。高大哥为什么？对，因为现在跟他一起在有线台主持一个快撞的节目，那他非常的照顾，而且我很多地方在演艺圈都不懂的，那他是他会好好的照顾你，对，他都会教我。小心啊，快跑快跑快跑！哎呀，为什么？不会的，高大哥不会的。对啊，不会吗？高大哥很正直。哪有改过？不是，有时候这个圈子里面啊，这个多人照顾，真真假假。有时候像有些男艺人可能会对你很好，怎么样的话，你要特别要稍微留意一下。嗯，像结过婚啊、干嘛那些的话，就我们不要去沾着一些。你宁可跟未婚的。你是大一点的没关系，所以我到现在为止没有什么绯闻啊。没有绯闻啊。对，贺大哥的意思就是他可以照顾你。你贺大哥也没有结婚啊。他单身吗？他单身，他刚他离婚一段时间了，嘿。好，那你一定要这样说吗？啊，真的，真的又怕人家说。他也快离婚了，好不好？喂，有吗？我好的不得了。贺大哥，你太入戏了。这首歌啊，以他们两个来唱啊，算可以过关。嗯。你们刚一出来，哇，有牵手那种感觉，像一对情侣一样。回头以后，哇，俊男美女。到唱歌的一段的时候，我感觉哇，简直疯狂了，实在太感人了。到你跟他牵手，我觉得好恶心。而且你一牵手，你的歌词也唱错了。你搂住腰以后，也不知道拉在哪里去的。不是，因为我一搂到腰之后，突然就哎呦那么细 啊是吗？我很少摸到那么细的腰、啊。可是你们两个真的很登对耶。真的吗？真的。算命的也是这么说。算命的说了什么？他说我说你今年因为今年在六月份呢，会碰到一个非常艳丽。哎，对。而且呢，他的这个名字上有个小的。哦，是小亮哥吗？女的啦，女的。
哇，小潘潘，对呀、啊，而且他说眼睛呢很大颗，哎呦，水汪汪的，是是，而且身材很火辣，你好像每一年都算命的都跟你这么说哈、哦，今年这个比较准哦，是哦，哎，感觉真的很好哎，我觉得艺人应该这样，这个叫设计，对，有设计有画面，而且构成美好的画面，嗯，声音又很棒，又唱一些这种歌，哇，小潘潘真的好完美、哦，你到底想表达什么？不，我的意思说，接下来当然是我跟小潘潘来一段，对不对？啊、我也可以从外面那里走起来，是不是？啊，亚凡、啊、是，有时候你要看你自己的身份地位。今天不是说你身份地位不够、欸，而是说你现在呢？你目前是 你这一件白色也是倪大哥。我的身份地位怎么样？你现在身份地位已经不适合跟这样的美女一块搭档，懂不懂？什么话呢？我给你扯起一个关机的。什么叫你搞我扯起给我关机？什么意思？其实我可以帮你引荐一位呢，更优美的、更优的、哦。你是说我们后面还有安排一个漂亮的美女要出现？就是嘛，你。这种货色不是这种的角色的一般的角色，你要来的都是一些大咖。可是我觉得小潘潘我就很满足了。那我先满足完再说，你干嘛？不是你已经刚刚已经又牵手又搂腰的已经满足过了。那是刚刚开始的暖车，你懂不懂？贺大哥一时说啊，不要给我安排一个水，跟他喊个。我给安排一个呀。哎，我看小潘潘赶快嘛，比他漂亮多。真的还假的？真的，小潘潘我都不知道有这一段呢。小潘潘跟他比起来只不过他的三分之五而已，三分之五还比他好哎，啊，不是五分之三，五分之三，所以这个女孩子个头够不够高？嚯，两只腿加起来一九几，那也很高了，很高啊。那我也希望说有内涵，而且他歌唱的要不错。美国哈佛大学回来的啊，从国外回来的马英九的学妹。哎呦哇，这一种那真的很棒。他名字还英文名字。如果你这样一讲的话，我就可以暂时放弃小潘潘。对，那我一听我就觉得我训掉了。我告诉你，我可以跟他一样，也可以这样牵手下来吗？你不要说跟他牵手，你干嘛都可以啊。啊，真的吗？我的度量你不知不晓，我知道。哎，那可是我要问过，你要知道，每一个跟贺大哥只要有做结合过的女人，我就觉得我不想。他有跟你在一起过吗？嗯，算起来是不算有了。啊，不算有，那还好啊。多谢你，多谢你。哇，南天宫你给他干起来，加厚脸啊你。小潘潘就放不太。啊，我没问题。哎，贺大哥。有叫贺，哎，也叫哎杨叔叔啊。是是是，没关系，你们两个就旁边休息，我好好跟他那个好好表演一段。什么话？我就旁边在旁边当敲边鼓的。我们旁边人一看呢，他们两个真的很登对啊。大嫂好。哎，你好，你好，你好。啊，杨太太，杨太太你好。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哎。好像他一出来到现在你没什么笑容，怎么叫有哪有，你是对老婆什么不满吗？没有啊，我表情有变吗？不是，你要把表情变那么僵硬。不是的，我们已经尽量把你做成英雄，你不要把这些弄成狗熊一样，对不对？哎，不，杨凡人不错，真的不错。以前的他呢，这个是所以讲这个昨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前的他是很烂，是很贱，是非常的花心。可是这份结婚之后完全改过自新了，浪子回头，这个我们可以当保证一下。贺大哥，你这个褒贬我听不出了，你看那个疫情公花林，不是以前的你那是很烂很糟糕很花嘛，可是现在你不会花就好啦。我莫来啊，你边公阿姐嘛，我们跟他强调这一点，就是说他现在很好很好就对啦。他以前的话，他真的很很糟糕，真的。大嫂可不可以教我们女生几招，怎么样把老公管得这么好？不，其实他本是谁找你来的？哎，没有，其实我本来很早以前就想要来上。对，我们很早就跟制作单位请他发通告给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呢？他一直打压我，他不让我来。啊，对呀、啊。可是我知道他今天不是女人家，在家里好好的照顾小孩就好了。小孩都长大了，干嘛照顾谁啊？啊，一边来立马先跟他讲一下。嗯，哎，困你边人，伊不跟你讲啊。我以为是因为他一直都不让我上节目，所以我在想说他应该是自己出钱的吧，对不对？你还有抱怨哈？杨凡，你不能够这样子的，真的是我们已经把你塑造成英雄，你不能这样。哎，他要来，你欢迎他来才对，懂不懂？我是很欢迎啊。杨凡真的现在真的好很多哎，他以前的那个女歌星，不要讲以前的事情，不是大哥，我讲一下几率。贺大哥，以前我有对不起的地方，我现在郑重的跟你道歉，好不好？是的，这个还好啦，对不对？我也知道说你那个后台的九千块也抹掉，这个都无所谓的。什么？你说什么？那个大佬那个啊，不，我来了来了来了！我跟你讲，杨凡以前那个你自己抹掉就好了，不用讲出来嘛。以前呢，他不但对歌女歌星呢，对合音舞蹈都很好啊。对，
都很好，真的。你听听贺大哥讲话，真的很实在。而且最主要就是他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妈妈，你陈妈妈多好啊，对，多挺他。他那时候房间里有别女孩子，他妈妈就让不让这个进来这样，嚯，那种父子心切好棒哦，好感人的，真的是这样。跟现在完全好了，陈妈妈不会这样子的，好，现在这样。那个九千块依然回笑，好不好？我那后面难听的话更多了。哦，那是是是是是是。哎，老婆呢应该高兴嘛，很开心啊。其实因为我老婆 Julie 其实她很爱唱歌啦。哦，哎，你是讲很爱唱是吧？干嘛？她无聊啊，很爱唱歌，她很会唱。对的，对的。哎，一种感觉，我听你跟任何女孩唱，都女孩子都唱得比你好听，奇怪怎么样？你今天说什么都对的，你今天说什么都 OK 的哈。你跟小潘潘牵手，我也祝福你们，好不好？真的吗？好，你们结婚我也包大礼，好不好？真心的吗？是。对，小潘潘，你干嘛发抖呢？可是，对呀、啊，观众朋友有时候也感觉讲，哇，那我真正跟他足惊无诶，我惊你和阮某讲，我有惊伊无，我有怕你吗？其实还好，蛮怕的。不是他应该讲他是很尊重我的。自己找倒霉嘛，你是无聊，你干嘛？没有，其实。他常常在讲的那个，就是说我其中一个对付他的方法，因为刚开始结婚的时候就会很担心嘛，那我不能24小时盯着他，所以后来我就发明了那个痱子粉。痱子粉怎么管老公？痱子粉就是他会撒上记号嘛，在哪边？在重要部位。那小便很凉哎。对呀，可以找不凉的，有一种是那种就婴儿痱子粉嘛，那撒了之后，如果万一他出去。有在外面洗澡，或者是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那他外面再买一瓶摆着，吃上不是一样吗？那个时效性不一样的、啊，而且你根本不知道他在用痱子粉帮你做记号啊。刚开始不能告诉他。你做记号时，你就唔知影，你就讲讲，啊，今麦去外口，我找一个查某，对不？啊，洗洗身躯回来，今麦身躯哦，沙烫起讲，哎，啊，痱子粉先来抹起先哦，你就再洗啊，我跟你讲。那如果他搞完不洗澡？搞完不洗澡啊？就算是不洗澡，你一定会潮湿。小潘潘，你讲话让我们觉得好恐怖，怎么搞完不洗澡？不能跟他听这句话，那鬼拢气给起来先哦。搞完以后不洗澡。他意思是说，万一完事以后不洗澡。而且哦，咱讲，咱若结婚的达波人，咱无可能讲伊外好，甲一查某囡仔斗阵了，回来无洗身躯，搁甲家己抹。你都唔多惊感染嘛，什么物件就是，所以刚好他在帮我做记号的一段时间，我家在拢出个号，我拢无做什么代。可是你临出门前撒了痱子粉，后来会不会结硬块的？不会没？不管了、啊，可至少你也在看了痱子粉。只要他的那个就痕迹还在。嗯。以前我邓来洗尊吼，以前邓来处理的讲啊，老公啊，准备要洗澡了。啊！你赶紧烫沙嘛！啊，省沙沙。然后拿榔头敲掉吧，痱子粉敲掉。不，哎，就起码我老公邓有了做熟练的，哎，就哈，伊就赶紧捞水捞好，啊口啊沙拢倒进来烫起来。伊这边来烫口的时阵，是咱家己来烫内口的时阵哦。伊的目睭吼，有一工差不多过十几工了，有一工我就讲，哎，伊目睭内怪怪，刚才咧看某一个所在，因为咱要烫沙烫口的时阵哦，有当咱会去做另外一项工课啊。嗯。比如哎，咱要烫沙烫口，哪烫的时候哪提牙膏牙刷，想要洗嘴嘛。障眼法。哎，刚好在动的时候，伊就看袂晒清楚。迄工我就讲，哎，伊咧伫甲我看，伊我咧闪嘛，伊我咧看我提物件一直走，伊就甲我看。挡住了我的视线，所以我要一直看。迄工我就发觉讲，我就问讲，我就生气问讲，你是咧甲我做记号的？很久，然后经过了十几天以后，他才发现。丢啊！还好这十几天当中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我早知道，像贺大哥说，哇，咱也给他做记哦，我来养起我号，买一罐盖赶快的，自己来删，对不？对呀、啊。丢啊！我都唔知呀、啊。你车上啊，不要在你的小老婆家里面都可以摆一瓶啊，这无所谓的。小老婆吗？我怎么不晓得？啊，没有，现在没有，现在没有。什么？以前也没有过。你们害人家吵架。我不是害你们了，我知道你们很幸福，我祝福你们了。但是你不能再一错再错了。可是他真的很会盯哎，真的吗？对，他很有毅力。我唔八公公，我都在了温某的面头前哦，有超过30分钟哦，伊唔知道我去哪里，从来没有过。我听说过，听说那个三温暖啊，吵死了。来宾陈景亮先生电话，丢丢丢，每29分钟打一次，那是爱他的表现呐、啊，对不对？卡点位卡差不多都在咱的三温暖来的，我有在那个遐欧里上开杠嘛。啊，起码这一下，起码哦，陈景亮哦，咱那无注意啊，遐来的人就讲，你莫卡来啊，你唔跟你讲。哦，我哦，对对对，我某卡来吼，我来跟你讲，啊，有一摆差不多你们卡，即马卡差不多，我去啊一段时间啊嘛，迄内底啊，怪定定咧西洋区的人拢知影讲，我叫陈景亮，你叫做杨凡拍听嘛，哦，杨凡人讲，哇，那杨凡咧都一样，那来接电话啊你吼，拢叫陈景亮本名嘛，啊，有一天哦，我拄好咧想水，
因为耶三木那内底有一个冷水池嘛，小泳池，小游泳池啊，我唱水鼻啊，唰，你来这，啊，你这个时阵唱落去时阵哦，都有的，有一个广播的出来，水声还有，一个广播的讲等等不掉，要哎来宾陈吉亮，请接四线电话。哦、我都无听，我唱水鼻来滴。哎呀！其实我也等了很久。啊，等了一段时间里面，哦，伊即摆无咱也唔知影，我就继续搁想。哎，又搁唱水鼻的时阵，来宾陈景亮先生请接四线电话。我咩啊？我迄在我第二拜、第三拜的时阵哦，一个迄个欧丽桑我唔捌哩，徛喺迄个水鼻啊，我都唱了都白啊，讲你搁咧唱水鼻，你死啊啦！你无敲电话来，两三通你都无接到你。迄个人我唔捌哩，讲甲我话讲安尼啦。不是因为你太吵了，吵到已经受不了了。不是，是伊惊讲我唔拄啊，无接到电话，等于啥叫我莫怪发鬼的。不是，以后你要跟那个桑拿老板讲，哎，你弄个专线给我，我到哪里我就拿个手那个电话嘛，专线一响就他打的，老婆是你啊，就这样就好了。如果这样子，他也会知道那个专线。对，我觉得这样才有问题耶。哎，这样是怕他拿的到处随便去都可以，跟人家串通。对啊，一定要就是固定。所以贺达跟你，哎，他根本太精了嘛，怎么会这样子？啊？好精啊！我是为了维系幸福美满的家庭，对不对，老公？啊，丢了丢了，这听到没有？听到没有？多学学人家，懂不懂？是，你又要这样对我，是不是啊？盯死我，我最贱了。那我老婆今天来，对你老婆今天来，好像哎，这样也没有干嘛？你今天来有没有带什么要特殊的表演？没有？没有啊，唱歌啊，唱歌刚唱很好就好了。钻石点唱秀我就要。观众点歌给我唱啊！什么？我好不容易来哎，当然要人家点歌给我唱，对不对？嗯，点唱秀是不是这一段？你跟他讲一下。哦，谢谢。我跟你解释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只有点唱秀是有出过唱片的才能够接受点唱，而且是观众点唱。那我们这一段叫做康乐队。康乐队。是。哎，对，你要表演一下。所以康乐队不用点唱，就是说你想唱什么歌可以唱，没关系。这样子啊？这样子好了，我因为其实我老婆啊，她很以前就喜欢唱歌。我看得出来，看得出来 ，KTV 也唱的真的很好，看得出来啊。所以我他自己有专用麦克风嘛，对不对？啊，有。所以今天这样子好了，好不好？大家好啊，你们来几个，但是也挂去了北拜，大家听话买几个，好不好？来安排一首歌曲好了，不要说你来这里没有给你单独唱一首歌，好不好？唱什么歌？邻居的耳朵。下面。邻居的耳朵。邻居的耳朵。什么东西啊？邻居的耳朵，柯以敏的歌啊。我知道柯以敏，上不知道柯以敏，柯以敏是美声的，有点带有点声乐的。那你是讲，一种歌多人，你老婆声音不是美声哦？不是啦，一种柯以敏的歌多人种节目哦，有当人较无种啊，袂熟悉嘛，唔用足定咧听的歌，你唱种歌好过会无好嘛？而且你要唱邻居的耳朵，你知恁翁大家在做主持，这好过足重要。那现在靠收视率，知道我都一直继续主持。你唱邻居的耳朵，你冇唱好朋友的捧光无？这种卡呢，大家随对不？阿雄贺大哥的低头婆，阿雄老师的底层，你们唱唱看，大家较熟悉，阿雄较好听，较好过。你唱邻居的耳朵贵要听哟。无你个点嘛，你好唔好？啊？伊他都希望只有点唱，你点他没关系啊。哎，我安尼讲，刚才你就无欢喜的，想到。嗯，小宝，你这样子讲他，我看到于心不忍了，对不对？你想到于心不忍，人家好好个女人嫁给你，你很可怜，你干嘛这样说他呢？我们走了吧。没关系，马上好，马上好。就你知道我用心良苦。我知道。那个时间马好料时，人较袂骂人。对。对不？不是，我觉得观众，我是观众的话，我会想要听比较不一样的。这个谢茂雄先生，这个也是我们谢雷大哥啊，歌坛纵横四十几年。对。到现在为止呢，你看他听的嗓门还是那么的嘹亮。那边的实性，完全这个可以说是越唱越好的感觉。嗯，谢谢。对呀、啊，我讲谢大哥皮肤呢，假脸厚相哦。是啊，皮肤假厚呢。那是对哦，那是高炸。皮肤假厚，高炸。高炸，你起码嘛最好的啊。哎呦，起码。听讲你破东西哦，谢大哥那种滔滔的保养。嗯，其实我没有保养，是最近。最近。哎，最近呢，因为我有一个那个公司要我代言。哦，哎呦，寄来我先用嘛，先用看卖吼。啊，所以得很多笑话，因为我不要用这种保养品，以前拢唔爱用哦，不要啦。啊，以前那个化妆啊，卸妆啊，以前化妆都那个搞了，啊，化妆品呢拢为人用出来好啊，用出来才好看哦。很多歌星剩下的，我们随便搞搞的，算钱嘛嘞，不是钱啦，嗯。洁面霜，洁面霜还那是用红色的，刚才上文，对啊，其中是保养霜，哦，对哦，所以最后再做保养，啊，那两个瓶子是一样的，哦，哎，寄来我唔知我就看到个贴个搞了用，我以为那个洗面霜我当做保养霜擦，哎呦，
啊，你贴洗面霜个狗就固个安尼哦。哎呀，去多去刚多去落去了，亲戚买几个。哦，化妆化足久个，我想面啊痒啊，足艰苦。哦，面的足痒个。啊，结果我回来哦，一洗全部脱皮。哎呦！我差点那一公司说，哎，你是个什么东西啊？嗯，是医药人员的答应。不可能啦，你擦什么？我老公他两瓶的就一样啊，那个白色。他说那里面什么颜色？我说有蓝色那个。我不是那个面罩哎，啊，是纱布呢。他说还好你没落雨，要不你就起泡泡了。这十波人拢安尼，十波我头一届哦，我看到 KY 喎，我提色灯用跟他 K 哥的乳安尼啊，那个无破呢。KY 是种润滑剂耶，我都唔知啊。你提下做 K 歌啊呢？我单纯我唔知啊。你单纯你李斯德林哦，李斯德林我提来吼做消毒水。漱口诶，不是消毒水啊，我唔知啊。没有就化妆水啊，那对不？保养品现在足嘴霸霸款，真的是不懂。那个什么什么左旋吸啊，你要用哦，对了，我一定要用。哇，那个保养品很好啊。结果擦了几天，我打电话去装，哎，跟那公司讲，我左旋吸，那我以为左旋说擦左边嘛，是要擦。只有擦左边，啊，我说啊，我右边要擦什么？他说你到底在讲什么？左旋吸不是擦左边吗？哎呦，他说不是那个名字这个样子啦。丢啊，哪个是名个左旋吸？你搞那个你都给他擦。过来是擦左边的。这样没错，因为它有很多种。嗯，哦，我讲你蛮麻烦的，我该擦什么就好了。哦，你起码不会左旋吸，起码又不会右旋吸啊！你在我都能别弄，我都不。这个人哦，到了一个年纪没有办法，要保养。都会痴呆了。年轻的时候不用。都会痴呆。所以讲，有当保养嘛，就重要。起码开始想过没保养。因为我一直喜欢唱歌，常常做演唱会，像七月三我又要做演唱会。那马上点唱了，马上点唱就来了。哦，演唱会有接受点唱吗？我说现在就来了。国父纪念馆有一场。演唱谢雷跟魔宫传奇啊，魔宫传奇就是模仿、啊、全部都是模仿秀的那一些，只有我一个是真正的谢雷，其他都是模仿的。哇，在国父纪念馆有空来帮忙，到时候一定要去捧场一下。是的，那来哇，上次来就不得了了，模仿过很多人都好像，惟妙惟肖。可是那个刘明珠真的很特别了哈，因为她不是讲跟她瞎，我姓姚淑荣，神态神韵啊，长相嘛就是，而且她为了让。自己像姚淑荣把自己吃成这个样子，看到没有？啊，买的，吃的虎背熊腰样。那他谢大哥的讲姚淑荣今嘛过卡细的。我跟你讲哦，现在姚淑荣跟以前不一样，他很像以前的姚淑荣啊。哎呀，完了。哎，他现在的姚淑荣呢，他有一次冷夜去迪化街，哎，老板娘看到啊，你就是那个姚淑荣，姚淑荣变不冷吧？对，变到姚淑荣不冷吧？真的，姚淑荣看不到，姚淑荣现在很漂亮哎，哦，身材。哇，一级棒，差不多睡了啊。那他在旁边，我就很不好意思，我说那个，我一直说，他才是姚淑荣，那个老板娘。头家，你卖完片，你这是姚淑荣，你才对。对哦，你一好是找因那八度大大太阳的。啊？都为了大大的啦，你卖安尼啦。真的啊，我边想讲。不然以前的沙碰碰滚这种啦。啊，你安尼讲啊，鬼吹掉你看，喂，不是。我来这是沙的关系。还是瘦一点，不能那么胖。不会，人家模仿很多人，这样比较像的。如果瘦了就不像姚淑荣，人家的印象还是停留在以前的。以前哈，哎呀，全新会的时代。所以刚提到说演唱会的这个部分里面是要跟他们这些很会模仿的一起来表演啊。对对对，因为那你为什么跟他们特别好？因为我上一次的我的个人演唱会哦，他就是特别来宾，因为当年我跟姚淑荣有合作过，哎，像合唱啊，有合唱，所以跟他就比较常常来往。嗯，因为我喜欢到郊外去喝茶啊。谈是非啊，谈是非啊，那他我又喜欢吃。另外，因为他是我们的部长。哦，哪一部分的部长？没有，原本我们是要成立一个会，哦，妇女会，想要请他当我们会长，结果他不要，他说要当部长。哦，什么部长你知道吗？什么？怨妇俱乐部部长。怨妇俱乐部啊？对啊。就是陪你们这些怨妇来聊聊是非、啊。没错。六刚刚我早期的群星会哦，到现在为止女的哦，结婚的哦，嘿，阿哥拢找你，大部分都离婚，该离的都离了，该离都离了，该分的都分了。啊，我就刚刚讲，哎呀，恁家阿伯变怎？因为我还没有结婚，阿伯阿伯那无人拢来，阮大家接我，全部过来。啊，真的耶，我变怎哈？我变怎？哎，大家开杠啊，你吼。我比较没有负担了。不是，你是属于那个没有杀伤力。我你看好嘴大。他没有杀伤力，真济查甫囡仔外省，我你该做官，他没有杀伤力。对的。困做会也变怎安全呢？你哪在？你哪知呀？你不要在困座位，不是？你不要找一个人困座位。
我听讲你拢没联络。谢大哥是很规矩的，也很孤毛的吼。所以选上一个漂亮的女生，喜欢的女生不容易。嗯。但是贺大哥谈谈讲，哎，赌了盖小的刘明珠，听说还有另外一位要出来，好像有还有一位。这个不得了。听说赶快，不要耽误时间。我跟你讲呢，因为外面哦一直有传说说谢玲已经结婚了。而且听说很早就有一个他有一个大老婆。对。因为听说有一次。在什么一个那个家里里面，一个朋友因为新出啊，一该的，那个我们这个大嫂去现场，结果人家送披萨的来过，一两个人底下呢，哇，衣衫不整，衣衫不整。这是什么人？你讲啊，什么人啦？哦，这是我们的大嫂啊。对了，但是对我吼，我唔敢讲啦吼，对外几乎都不承认，可是事实几乎已经摆在眼前了。而且他刚到后台，我们的造型师可以证明，一个安娜达。安娜达吼，我们前面就记得过，事情都已经摆在眼前了，就是无言的结局。就是无言的结局。我说你们要不要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的？没有，这肯定是大嫂已经怀孕了。这个不能开玩笑啊！我们是差无缘的结局哎。是。不过我有个问题要请教一下啊。哦，是。凡哥，我们这么久没见了啊。对。你觉得我现在的样子需要去整形吗？哦，不需要。对呀。这样浪费钱了。对呀。不是。我从那个背影、侧影看，都很像陈金佩一样。我跟你讲了。小心了，小心。不是，刚刚我一出。你先回答我，到底几个月生孕了？现在。就把你归过给不要乱摸啊！谢大哥的哈，乱讲，不要害人了。这个几十年都是这样子，几十年都这样。我讲这个事情是这样，因为我朋友呢那个别墅那个刚搬进去，我们两个刚好都去嘛。啊，对。啊，你知道他平常都就那一次喝很邋遢，什么喝？他就随便穿了一个哈。然后我们坐在那个楼下，他是五层楼嘛，也没有，不是啦，也没有随便穿啦。好了，因为我们人胖嘛，穿什么衣服好像就都好像睡衣差不多啊，好像睡衣，反正遮住就好了，不要吓到人就可以。我还遮得住，不错了。那我们在楼下喝咖啡、喝茶，然后有人来按门铃，按电铃。那我第一个就出去，我说：“哎，你要干什么？”他说：“那个装潢，他那个房子还在做，不对，装潢，做那个花园。”嘿，那我说：“哦。”啊，这个人哦，我讲就好了。有素没素，他又出来，然后就把头这样，然后手就谁呀、啊、这样子、啊？然后哎，干什么？啊，那个工人看到我们两个，哎呦啊，你们两个那个地方，你们住在一起的、啊，那这样讲，那个地方不可能这样子、啊，一定是什么事哦，两个人是，而且脸色泛红，这样谁呀、啊？没有啦。哇，从此呢，这个谣言就没有。没有停过，对呀、啊，吓死人了。那碰到我们那个朋友，那个叫 Tiffany， 他就跟到处说，是啊，他们两个就住在这边了。啊，你们怎么会两个人住在那里呢？没有住啦，没有，我们就是去玩嘛，休息，对。没有，什么休息，越说越难听了。我们是去那边，他新房子，到那边玩玩，吃东西，然后看看这样。那我朋友说，哎，那也好啊，你们两个都一个都没有嫁，一个没有娶，对呀、啊。那菲菲就很会赚钱嘛，她很会赚钱。那我说好了，一个月她赚100万嘛。哎呦，不要这样讲的，人家绑架我。我们是卖肉噻，为什么可以赚到？不，我说是做什么工作可以赚到100万一个月？现在大家都很啊，不要乱讲好吧？真的被绑架了，开玩笑。然后你还不好绑的那么肥，对，还要找很多人，因为她很勤劳。他没有演戏以后呢，他就在做早餐。早上起来他卖豆浆，不是在卖豆浆，卖豆浆，对呀，不要讲的那么难听哦，什么卖豆浆？我旗下的那个午夜牛郎很多哈，我就怕你们会乱想，怎么卖？我是真正的豆浆店啦。你是真的做那个豆浆店？早餐店，早上哦，很早就起来，然后刚好是开玩笑的，朋友一般说，你这么辛苦干嘛？他说没有办法，我要养蟹了呀。对呀、啊，好朋友都开开玩笑这样讲。就是开玩笑。哇，豆浆店生意很好，一定有分店那一种的是吧、啊？哦，我们有两家店。两家店哦。我看他在豆浆店真的很辛苦，你看到他完全跟这些完全不一样的。你有没有常常喝你家的豆浆？有啊，喝豆浆很好啊。真的哈、哦，喝豆浆不会瘦哈、哦。啊，又说到哪里去了？真是的。从以前到现在，身材都保持这样子哎。嘛不简单。不是啊，刚刚不是啊，我问你们啊，我真的有像那个陈金佩吗？为什么我一出来，他说，有像，你怎么还没走？有吗？有像，没有了，没有。比他瘦一点好看吧？只有是小一号的陈金佩。不要这样啦，她漂亮多了，漂亮多了。不要那个鸡腿来比，比鸡腿。你不要给陈金佩听到。你不要让我听到这个名字。为什么？我听到这个名字想发。
想发狂哇、啊！你讲对呀、啊，对呀、啊，为什么欠那么多钱回来都不还？天哪！哦，没提到，没提到，没事，别生气。我